望江县是安徽省安庆市代管县，位于安徽省西南边缘，长江下游北岸，东西最大长度54千米，南北最大宽度43千米，总面积1357.37平方千米，总人口62万人。县政府驻华阳镇。望江是国家优质棉生产出口基地县、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县、国家农产品加工业示范基地县、国家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县、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试点县、安徽畜牧牧民先进县、安徽水产品基地县。望江是古雷池所在地，成语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点出之地。公元405年至县。